咁初初頭嗰年，成績冇乜嘅，我都開始有啲心灰，咁諗住睇下點樣係翻返學校，再繼續我個學業。咁但係收尾遇到我第一位經理人譚國基先生，咁佢就覺得我有一種特別嘅唔係氣質啊，而係即係一種感受咧，係好適合某一類型嘅塑造。咁然後我自己作咗一隻歌啊，佢叫我作隻歌，咁我自己又作嗰隻眼就為你流出嚟嗰個音，嗰邊係佢揾阿鄭國江先生嚟到填詞啦。咁同埋亦都係佢諗呢個電話聲開始，而家諗翻起你覺得都幾老土，可能嗰陣時咧又係幾新潮都唔定。咁所以我呢度我覺得應該係要多謝下譚國基先生俾我呢、這個即係第一步嘅喺音樂界裏面的一個成就。我的理想是循序漸進式，即是做到去到哪裡就盡力去做到好的範圍，然後就都沒有什麼特別想我啊，我要去爭些什麼的位置啊，不如懂想，那時候就那麼小，咁啊，只不過係唱好啲自己嘅歌啊！當時咧都係最刺激咧，即係唱歌嚟講咧，冇話諗咩係去爭啲咩位置啊！要做到點樣樣先至係叫做叻個人啊咁。而最開心嘅就係嗰啲，譬如選嗰啲十首歌曲啊，邊一年內受歡迎嗰啲咧，或者嗰類咁嘅嘢咧，能夠入選到嘅，咁嗰陣時就係做到嗰個地步咯。眼淚在心裏流，此際怎麼開口？前事在心裏漂浮，情意令人太难受，眼泪在心里流，情开一开口，随便一声话，随便一句，算是问候。问你是否情是内心的交流，唯盼望尘埃如旧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怎么有，琴弦打心咒，我现在似木偶，人像木偶，我人像木偶，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，全忘我与否，心中空虚了，已堪泪痕湿透。
在心里流苦痛，问你是否情是内心的教导，核心曲在奏，情是内心的八彩呢就是我第一部电影啦，咁自己是好战战兢兢咁样去接受呢个现实，因为唔知道自己识唔识拍戏啦。咁我对觉得呢好好笑，就是觉得自己做咗好多表情出嚟呢，然后睇啲画面再反映出嚟呢，原来又唔系咁多表情做出嚟嘅啫。咁所以我覺得好好笑，演戲係一件好好高學問嘅一門藝術嚟。咁我自己咧就作咗只歌啦，咁亦都係同阿 Philip 一齊合作啦，就Leslie 有份嘅，同埋阿 Paul 聰、鍾寶龍。咁我哋三個人咧，嗰次係一齊成日都會走埋一齊嘅。嗰段日子都幾好玩嘅，除咗冇咁多煩嘢突破嚟講，冇咩突破性嘅。不過嗰部戲咧，實在可以講係第一部嘅好講呢個寫實嘅青春派電影，係講啲年青人嘅心態，讀緊書嘅時候嘅心態，咁可以話係一部。幾有價值性的青春派電影，咁我自己好開心能夠有機會拍到嗰部電影，而係算係第一部一個喺呢類型嘅作品，即係電影作品裏邊。為甚要受苦痛的煎熬？